刚好啊、哦！哇，这场比赛已经攻下了21分，卢俊祥。球啊！哇，这个哈哈，苏哥，这是男子篮球啊！哇，今天是 TYP 型的呢 ，MVP 型的出来讲话啊！在跟裁判抗议这个身体碰撞的尺度啊！我们打的是男子篮球。是。哇哦！张宗宪终结了勇士在第四节的得分干旱。